要介紹的是 Stucco Italiano 的 Memorino Carrara Cross。这款是以天然矿物石灰为主要材料的威尼斯批灰抛光涂料，质料坚固，拥有耐潮特性，适用于室内或者室外的地方。在讲解之前要提提大家，大部分原材料都是白色的，我们会按照客人的要求调配出不同的颜色。讲回今次的主角 Memorino Carrara Cross， Memorino 系列的批灰成分含有磨成粉末的天然石灰和大理石，能够做到仿水泥的自然风格，因此近年受到不少人的喜爱。今次为大家示范这款纹理比较粗犷的版本，首先利用油扫扫上一层底油，然后用批刀上一浸 Memorino Carrara Cross， 向不同方向推开涂料，记得要均匀做完整个施工范围，待干，利用批刀以轻拍的方式上 Memorino Carrara Cross， 可以利用两把批刀互相轻拍，避免表面一次过上得太多涂料，最后轻轻力推开涂料，令到色块变得平滑一啲，咁样就可以做出一笪笪嘅色块，模仿石材凹凸不平嘅表面同埋粗糙嘅触感。以下系几款 Memorino Carrara Cross 嘅效果。如有任何查询，欢迎联络我哋。